大家好，我是绍兴，我们继续来讲《曹刿论战》。首先，他说“公与之城站于长勺”，这就是地点。他选择的这个地点呢，在鲁国境内，名字叫长勺。长勺这个地方呢，今天有不同的说法，有的人说在今天的山东曲阜的北边，有人说是在莱芜的东北。呃，不管哪个地方，我们看这个名字啊，也许能够推测出一些端倪。 长勺是什么？感觉是个长勺子，它的那个勺柄是很细的、很长的，它的那个勺子的部分、勺的部分是很宽的，所以它的地形是一个偏内宽外窄这样一种感觉。就如果你能够把军队布置在里面宽阔的地方，外面这个长长的狭窄的道路，你是很容易守住的。敌人要打过来就比较难。所以简单来讲呢，呃，我们可以推断，当时曹刿。 带着鲁庄公把军队布置在了一个易守难攻的地方，这个是很重要的。这个就叫地利，就是你要想打我没那么容易，但是我守住是很容易的，我出去打你也容易啊。所以这个地方叫长勺。那么鲁庄公很显然并不是特别的了解。他到了这个地方之后，两军一开战，鲁庄公就准备让大家往上冲。这里边叫攻将鼓之，当然这个鼓啊，在这里是一个动词啊。 就是击鼓，呃，但是这个击鼓呢，并不是仅仅敲个响，大家听一听乐呵一下。这个鼓是发起进攻的信号。我们今天经常讲叫鸣金收兵、击鼓进军，就是这个意思。因为古人打仗不像今天这么发达，呃，你有很方便的通信工具。古代人想要让大家往前冲怎么办？你必须要有足够强的声音信号，所以叫击鼓啊，一击鼓大家就往前冲。 鼓舞士气，对吧？那如果想要往后撤呢，就敲锣叫鸣金啊。所以这里面的“公将古之”指的是鲁庄公就准备让鲁国的军队往前冲。你看他对待战争的这个态度，就是实打实的说，那两军都准备好了就打呗，还等什么？这就是鲁庄公的态度。但是对曹刿来讲，打仗的地点选好了，打仗的时间也很重要，你需要选正确的时间点。 什么是正确的时间点？我们来看曹刿怎么说啊。曹刿说：“你现在不能打，等到齐人三鼓之后，曹刿才说可以。”那我们就判断一下，什么叫齐人三鼓？齐人击了，你可以说三次或者多次鼓。这里其实表示的还不仅仅是齐国人敲鼓了，而是齐国人发动了多轮的进攻。那齐国人发动多次进攻之后，曹刿才说可以打了。为什么呢？ 呃，前面我们也交代过，因为这个时候齐强鲁弱，如果你直接跟齐国人打，你可能打不过他，所以你必须要选择合适的时机。那什么时候是合适的时机？前面我们又讲，长勺这个地方是一个易守难攻的地方，就是说我打你打不过，但是我要守住你是比较容易的。那这个时候，曹刿就选择了在齐国人发动多次攻击都没有打败鲁国的时候，发起了鲁国的进攻。啊，那。 讲完这个之后，直接来了四个字，叫“齐师败绩”，意思就是齐国的军队就这样被打败了。那到底为什么会把齐国人打败？这个时候还没有讲，因为战争还没有结束，到后面会重新回来复盘。所以我们先继续看后面发生了什么。齐国人打败之后呢，鲁庄公很高兴，就准备追，这也是我们的正常的反应啊，就敌人打败了，我们要乘胜追击，所以叫“攻将迟之”。但是曹刿这个时候立刻又说：“不行，不能追。” 为什么很奇怪，对吧？我们来看他继续做什么。下士骑辙，登轼而望之，曰：“可以。”曹刿做了两个动作。第一个动作呢，从战车上下来，去看地面上的辙。辙这个东西呢，就是战车压过的轨迹，叫车辙。然后第二个动作呢，叫登轼而望之，就是上了战车，踩着这个战车的士。士是古代战车前面的一个横木，有的时候我们在战车上防止掉下来，可以扶着它。 但是它还有一个作用，就是如果我想往远处看，我可以踩着这个势登高望远，啊，所以这也是为什么这个有一个著名的诗人叫苏轼，对，他的字叫子瞻，就是我踩着势是可以瞻望远方的。然后这个辙呢，就是战车循着这个轨道走，所以他的弟弟叫苏辙，他的字叫子由，对吧？那曹刿就做了这两个动作，一个叫下来看辙，一个叫登上轼去往远处看。看完之后，他说可以追了，然后就把齐国人赶出了鲁国。 那么这里面当然就留下了两个悬念，第一个是为什么当初你不让鲁庄公直接开打，而是要等到齐国人冲锋了好几波，你才让我们上？就我们虽然打赢了，但是不知道怎么赢的，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是为什么一开始不让我追，对吧？你下来看看，上去看看，完事儿又让我追，这到底是为什么？所以到后面呢，说这个战争打完之后啊，鲁庄公就问曹刿说，到底是怎么回事儿？你看鲁庄公赢都不知道怎么赢的，对吧？ 曹刿就给他回答说：“夫战，勇气也。”这句话就是曹刿对于战争的非常精当的理解。他说：“打仗最重要的，其实还是人。人打仗最重要的是什么？是你的士气、勇气。我们经常有句话叫‘狭路相逢勇者胜’，啊，就这个人是不是充满了斗志很重要。哪怕你有千万人，这千万人没什么斗志也不行。” 所以他说，打仗最重要的是这个人有没有勇气，有没有斗志。什么东西能够给你勇气和斗志？第一就是你是不是觉得你是正义的？如果你本身自己都说服不了自己，说我们就是邪恶的一方，我们很难有斗志，对吧？第一，正义很重要，啊，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战前要动员。战前动员的时候说啊，我们国家这么好，我们君王这么好，现在他们欺负我们，我们跟他们拼了。你看，这就是正义的，我们就有斗志。这是第一位。第二位是什么呢？第二位其实是你的信心。 就是你觉得你能不能赢，这个很重要，所以勇气往往取决于你的正义性和你的战斗信心。那么正义性前面我们已经具备了，现在就看战斗的信心。但是目前呢，齐国是比鲁国强的。如果我们直接上，可能大家没这个底气。而且前面我给大家补充了一个背景：去年我们刚被齐国人打败，所以对鲁国的士兵来讲，什么时候他们的信心最强盛？ 这个时候，他们就可以发起进攻。那对曹刿来说，这三次击鼓，它的意义是不一样的。第一次击鼓呢，叫作气，就是振奋士气的。因为击鼓，我们就要往前冲了。第一次击鼓是大家士气最振奋的时候，因为我们吃饱了、喝足了，动员半天，大家上了战场，说冲啊！终于轮到我们去杀他们了。这个时候的士气是最旺盛的。但是如果你冲了一次没打下来，到第二次的时候， 你是不是就开始有点动摇了？这个就叫再而衰，啊，第一次打，哎呦没打过，心里开始有点动摇。如果多次冲锋都没打下来，你就会开始怀疑自己了，这就叫三而竭，啊，你的士气就已经到底了。这个就跟我们有时候去考试是一样的，你本来满怀信心，觉得自己学的不错，连续好几轮考试，第一轮不及格。 怎么回事儿，对吧？是不是这次发挥不好，第二轮又不及格？然后每次不及格，最后你就开始没有信心了，就很简单的。但是如果反过来，你本来觉得自己好像学的不咋地，第一次考试哎呦还不错，第二次哎呦又比我预想的好，然后每次都考的不错，顿时发现自己是个好学生，是不是立刻就充满了信心？其实是一个道理。他说，对齐国人来讲呢，齐国人的士气是在不断的衰竭的，因为他们冲锋了很多次。 每冲锋一次，我们就守住了，因为我们易守难攻嘛。我们守住了之后，他们的士气就会降一截儿，再守住又降一截儿，到后面他们就士气见底了。但是你想，对于鲁国人来讲是什么？鲁国人本来没有什么士气的，大家没什么信心的，因为刚被打败。但是第一次，哎呀，我们竟然守住了，很高兴；第二次又守住了，越守越高兴，越守越高兴。等到我们的士气最旺盛的时候，齐军的士气最低落的时候，我们冲出去，这个就叫比劫我赢。 就他们的士气已经用光了，我们的士气满满的，怒气值全部打出去，对吧？故克制，所以我们就能够把他们打败。你看，这是曹刿对于战争的非常了不起的理解。他觉得战争的最重要的部分就是士兵们的斗志，斗志昂扬的军队是永远被打不败的。这个也是在中国古代的很多的战争当中，我们都可以看到的例子，比如说韩信的背水一战。 比如说项羽的破釜沉舟，其实都是同样的道理、啊，背后是水，有的人就害怕死，但是对韩信这边来讲，他是充满斗志的。呃，这个破釜沉舟也是一样的，留着三天的粮食，项羽做战前动员，我们三天粮食一定杀进去，大家到时候吃好喝好。如果这三天打不进去，你们也不要想着撤退，舟我已经凿沉了。呃，士兵们士气非常高涨，所以就把秦军给打败。你去看很多的例子，都是去讲伏战勇气。 那这个也说明曹刿确实对战争理解非常的深刻，那么这个就解释了为什么齐国人会打败。但是为什么齐国人打败了之后，曹刿没有让鲁庄公直接进军追击呢？后面也进行了一个解释，说夫大国难测也是因为齐国很厉害，齐国不是一个一般的国家，而且前面刚把我们打个落花流水，现在管仲又被齐桓公给重用了。 它里边人才济济，那有没有一种可能？这种可能就是，我们占了这个易守难攻的长勺，人家打不进来，人家故意撤退，把我们引诱出去，然后在外边包我们的饺子，这是完全有可能的。所以他叫“福大国，难测也，具有福烟”。我担心他们这次撤退只是一次计划性的策略的撤退，不是真正的逃跑。那怎么去判断，他到底是真的逃命，还是在引诱你？ 曹刿就非常聪明。如果是真的逃命，是不会有任何的计划的，不会有任何的指挥的，他的逃跑路线也不可能是提前规划好的。但是如果是有计划的撤退，第一是有人指挥的，第二是大家心里有底气，整整齐齐。所以他说：“我做了两件事情。第一件事呢，我去看他们的车的行车路线，战车的行车路线到底是。” 提前部署好的、整整齐齐的撤退，还是撒了鸭子逃命的，根本不管东西南北的跑。他说我一看，叫视其辙乱，他的辙是乱的，说明人心很慌，不是提前打好招呼的。第二叫望其旗靡，我登到高处去看什么呢？我去看他们前面有没有人在用旗指挥。就大家今天看这个旗，可能觉得旗是用来壮声势的。 其实，在古代，棋起到的非常重要的作用是指挥军队的行动。我们说击鼓可以进军，鸣金可以收兵，但如果我让你往左跑呢，你不能击两下鼓吧，对不对？所以我让你往左跑完再往右跑，你一会儿就敲乱了。万一我哪声没听见，完蛋了。所以，古代的真正指挥军队的队形变化的是用的他的棋。他说：“我登上高处一看，没有棋，没有棋’，就证明这次。” 撤退，没有人再指挥，所以这是一次真正的逃命的撤退。这就证明齐国人是真的输了，所以我们可以放心的去追，不会被埋伏。故逐之，啊，这就是曹刿论战这个故事当中讲到的战争的道理。呃，当然，为什么要在《古文观止》当中讲这个呢？我觉得很重要的一点是我们很多时候解决问题的思维模式值得去学习曹刿的这种思考方式。 就是从根本上去出发考虑问题。你像曹刿在研究战争问题的时候，他想的是最根本的问题。什么是最根本的问题？就是想打胜仗到底需要什么？第一，需要人和，对不对？最重要的，需要士气，啊。第二，需要有好的地形。第三，需要有合适的时机。这个叫天时、地利、人和具备。那哪个最重要？最根本的是什么？最根本的还是人心。 所以在研究战争问题的时候，曹刿的思路是从最底层出发去研究问题。这个也是我们中国儒家讲到的一个很重要的方法，叫做“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这是《论语》当中的一句话。什么意思？就是真正厉害的人是去研究底层逻辑的。你把那个最重要、根本的东西给搞明白了，你后面那条路自然而然就走出来了。 这个就好比说，今天有很多孩子很焦虑，很多家长很焦虑，说，呃，怎么能这个考试考得好？你要先想，考试实际上是在干什么？是在看你有没有独立的思考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这就是考试的底层逻辑。我给你一个问题，你能不能解决？所以平时我们到底怎样学习才能够把考试应对好呢？很简单，就是你平时的所有学习都要努力的培养自己独立思考、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 而不是说我要寄希望于这道题老师有没有讲过，老师讲过我就会，老师没讲我就不会。我寄希望于有没有参加过辅导班，寄希望于老师有没有教我一个套路，或者这道题我有没有做过，这些都不是你最后考试能够制胜的根本。制胜的根本是你具备了独立分析思考问题的能力。所以这才是君子务本。如果你能够把所有的精力放在这个事儿上，其实考试也好，包括将来走到社会上去解决其他的问题也好，其实。 都是受用的，所以我觉得读《曹刿论战》首先告诉我们君子务本，呃，其次就是我们今天的这个标题叫做至少你要知道怎样会赢，你也要知道怎样一定赢不了。就之前也有同学问我说：“老师，你是怎么考上北大的？你告诉我怎样我就能考上北大？”我就告诉了他两个点，第一个是你要知道怎么才能赢，考上北大意味着什么？意味着。 你的思考能力比别人强，你独立解决问题的能力比别人强，所以你要在平时不断的训练自己的这种能力，这就是你的本，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你要知道怎样就一定考不好，比方说每天偷懒一定考不好，不动脑子一定考不好，然后你可以想到很多，每个人都知道一定考不好的这些点，然后你要做什么呢？远离他们就可以了。远离的越多，你可能考上的几率就越大。 所以其实读战争的东西，有意思的点就在于它是一种高维的思维方式。因为我们今天讲说一次考试考不好，最多就是呃我的前途受点影响，或者说我暂时一个阶段受些影响，或者说某一个问题没有解决好，最多就是我现在工作上呃不太顺利。但是你知道，在战争当中，如果你有一个问题没有想明白，或者你的思维系统比别人要差，可能最后导致的生死国灭。 家破人亡，这是完全有可能的。所以讲战争的书、讲战争的作品都是非常非常高级的思维方式，啊，这也是为什么我今天要跟大家讲这个《曹刿论战》。我相信大家通过读《曹刿论战》，能够去提升自己思考问题、解决问题的方法，也就是每次碰到一个问题，不要着急下手就干。就像这个鲁庄公拿到这场战争，不要说我要上去打，你在打之前先想一想，我们的底层逻辑是什么。 凭什么能够打得赢？在什么时间打？在什么地方打？这些都是最重要的，需要思考的东西。好，那么我们今天的《古文观止》就讲到这里，期待下次和你再见。读书点亮生活。